I stay awake, won't let you go. Tell me more stories that I have never been told. You said you loved the holy world. Even there's still some regrets before your eyes have been closed. 你会接受斯蒂芬工作室的邀请吗？ And do you take this woman, Selena, to be your long-awaited wife? Yes, I do. 你觉得我会接受吗？应该不会吧。I do. Can I have the wings, please? 他们好幸福啊。I'll give you my hands to hold. I'm sure you'll be ever close.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Husband. Your music will fly above. I'll give you.Thank you, Dad. Son, congratulations.你看看，我就说嘛，好的项目一定会得到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认可。什么叫做创客？创客就是完成年轻人的梦想吗？啊，看看我们家的少林啊，对爱情的执着给了铮铮无限的灵感。关键是我对市场的了解，没有我你们这个品牌根本做不起来。有了我，你这个品牌一定火的。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还得多亏人家凤仪，本来人家打算把工厂关了，现在帮我一块做衣服，有他跟小秦哥帮我的忙，就能把我最好的创意、最好的呈现出来。哼，这叫什么呀？这叫旧瓶装新酒，生生不息。别乱碰衣服，哎、看看吧，你帮我看着点他，你过来。哎呀，琳达姐，这是谁呀？这不是琳达吗？琳达姐，欢迎欢迎。哎，你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室啊，那全都是靠我啊啊。怎么样？你新设计的吗？对，我新设计的，好看吗？我真的没有看错耶。喜欢也可以试啊，这是所有的衣服，你喜欢都可以拿走，都可以拿走，免费赠送。那我现在给你锦上添花一把，怎么样？好呀，那天不是说要送你一个新礼物吗？嗯，所以我把你与男朋友作为灵感的设计啊，拿去参奖了。哇哦，说不定。会颁个奖，真的？你看，哎，你叫我们琳达，就那个市场营销的问题，咱们俩还要。琳达姐，我给你泡点茶喝。琳达，你先坐，你先坐。哎，我是认真的，我都跟你聊业务。哎呀，你好烦。宣传的。开。你想跟我聊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先回答我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要去向何方？什么呀？问懵了吧你？他哪能答得上来？真真，嗯，其实这次来呢，还有些忠告想要告诉你。哦，你经营一个品牌，可比你之前单纯的做设计要复杂得多。哦，你现在不单单是一个设计师，你还是一个经营者。所以你要记住，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平衡市场和艺术的关系，而且要积极努力地走出国门。是是是，这是我的终极梦想啊！所以要坚持自己的民族风格，培养自己的风格。哎，行，咱今天不聊这沉重的话题，咱们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出去好好搓一顿，吃个涮肉。哎，少林请客。为什么我们少林请客啊？今天你请，我请，我请，我请。不要，回回他都吃我们的。那个琳达单独请我吃。好意思啊你？出去，凤梨酥也不要吃了。说好了啊，别老陪他吃东西。你们怎么每次都针对我呀？啊，有吗？有吗？因为你拿的时间太多了。
了。